看他们有没有看过麻豆传媒。不是，你这个游戏不能对他们讲。总觉得不好打哎、欸。他是不是放自己看我了？我忘记开改键了，忘记载改键了。
烦啦、啊。爆甲爆甲，往前了往前了，掉血。抬血，抬血！啊！哎，还有一个，僵死，全死，僵死！太强了，关键怎么玩？太强了，关键怎么玩？哎，有没有大电死啊？我只有两个，刚刚有没有大电？对，没有到。其实我会想打，就看队友打不打而已。哇！
一下。十一分钟选，怎么不跳一跳啊？我来喷什么啊？乱喷一通哎、欸！结果还是到这里，都已经跳一个差不多了。为什么这个一？然后他在挂网。
没枪，搬着搬着。往后一点。搬着搬着，不能往后了，在我楼下，在我。哎呀，太远了，他开背水。他看我点满了，好久、哦。哎、欸，阿香怎么跳了？我把超人弄到六哎、欸。不对，我梦书还没出齁，哎、欸，忘记我梦书还没出了。
用。扫一下，扫一下。看到了。你想过？My light. 没有，他刚刚直接死，就是那个是单排，然后他。他怎么飞那里啊？哇，也两膨胀啊！
确定要冲哦。谁在控啊？我就已经死哦。这太闹了吧！
开场有人就断线，然后黄忠十一分钟才选，然后中间阿香又跳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什么场啊？然后黄忠捡了阿香的妆。走了。